你可以跟他们建议，就是一个期限啊，让他们有心理准备跟后续的准备啊。你反正你都决定要离开了，早晚的事情。我们都把事情想得太复杂了。什么叫做为他人着想？你帮他想到后续解决的办法，他听起来舒服之后就不会跟你翻脸了。就算你现在讲年底讲，你走了还是要讲。说他漏财，漏财，你漏财哦。对。为什么漏财？有一点出款，但是就会。啊，你要制止你的手啊。在一些很少在买东西，但就是会遇到一些事情，必须要把钱又给出去。那你学会怎么赚钱就好了。有些人的命里面就存不了钱，存不了钱又怎么样？你就会赚钱就好啦。那请教我的事业可以到哪里？这不是梦想，你实际去做，吃苦吃多一点就有了。努力去闯，人生只有一次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，谢谢。